测，他可能我们只是做推测，但是你最终还是要有那一份鉴定报告出来，他才是你到底后续他。因为那个是你法律的法律的行为，对，啊，就我们新闻处理而已。其实我们就是只要过程，然后根据客观的东西去判断。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做判断，我们不是做后面的仲裁，因为你仲裁，你们在哪里？跑过的新闻，罗马字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有一个日本，应该是日本的，不知道是哪一家电视台，他有来拍嘛，然后他们抓一段话，就是刚好他有刚好有一个工厂的那个电视机拍到那个弯道全景影像，然后他刚好就取两段，一个是出轨当时然后几个数，就是还有通过的描述，他就可以说这辆车。这个就是根据客观的鉴识情况，我们根据现有的东西，我们来做客观的研判。因为你隔这东西跑不掉，就是死的东西。因为你这种就跟电视机一样，你这种东西录下来，它就是在那边，你除非你删掉，不然你也不能改啊。所以它就是死的东西，那就是证据。画面就是画面，应该说画面跟证据会说话的。画面跟证据一丢出来，比你在那边说了一个小时的中国白话还要有用。事实摆在那边。像你们有一些兴趣的什么地方，就是要一些客观的因素。因为我们说实在，等一个鉴定报告出来，多少时间？两个月以后，啊，我们的调查报告至少一年。你像他们这，你像他70号撞到现在也已经快一两个月的报告还没出来。对啊，我们也一直在等报告，我们也一直在等新闻公布它的结果。到现在应该是出来了，但是没有人听说了。应该是基本上来讲，其实大家都是刚开始一头热啊，都是人家说的三分钟热度啊，超级红点，所以好表现面的。OK， 他确实新闻的点也没有，因为他毕竟不是重大事故。如果说他后面牵扯到人命，那个就是不关一回事。如果像他少一排死了好几个人，你不要说死一两个，你只要有断手断脚，他有出公安意外，他就是新闻就会。所以说你像泰鲁格呢，你像。上次花莲撞火车那一次，那个事件一直到火车拖出来到中部头区新闻也是报，连续报了将近1个多月啊。那个就是火车事件，对啊，死了一堆人。那你像这种没有出人命这种，其实基本上应该就已经是對我们来说，任何意外没有出人命都还好，但是只要你死了，只要你有受伤送院死的人，那就是越来越严重。一般来说，有受伤重伤。像他这种没有意外的，其实你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三，了不起是一个礼拜啊。主要是他画面感很强，他刚好就搭上这阵子那个防御的那个。对，那你像你看张志伦，如果他是之前平常的都塞港就不会怎么样。张志伦他如果没有塞死第一次病人，他也很可能就是一道毒瘤。但是他一塞之后造成的后续效应就来了。有时候是天时地利人和，新闻就讲点事实。那就刚好塞在，就是现在最塞的时候。他就好死不死给你塞在那条大动脉上。啊，尤其这一两年是航运大火，所以他其实他今年就是因为疫情，所以他航运业其实今年啊，大概航运业的加薪应该都不是问题了，公司都赚，一定赚的。你要说什么？像万海他们本来没有在造10000多亿的大型厂，他们现在也因为这一波疫情被刺激到，他们就把下单。现在你看，大家都分公司啊，什么讲？你如果4年、5年后进去，大概平均都这样，直接传出去。其实他现在，我当初我就跟我们那个马总，他就说，我们都有说到，因为现在航运业能够这么赚，是因为疫情。那你疫情未来如果控制下去，那你现在船多货柜多，船越来越大，货造一大堆，那你未来疫情如果控制住，你是不是又变成疫情之前那种？低价竞争，对啊。你如果低价竞争，第一个受重伤也就是，因为你变成我货要出去，但是你 A 航空公司你一个运费一五千，跟之前一样，一万，那我找 B， 我跟你说不用一万，我两万五千我就帮你带，那你是老板，你一定是找成本低的，回到以前下降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当初就我就跟我朋友说，
未来如果又变成疫情真的控制度，然后大概都恢复要跟之前一样的时候，又开始低价竞争的时候，航空公司就骂，航空公司这一下子就哀鸿遍野，因为他们未来这一种高运价不可能持续下去，不可能永远都这样。只要疫情有控制下来，一定运费会降下来，应该是两年后，一年或两年后。但是因为他现在这种高运价，对于公司他们货出口货来说，他们是很大的成本，而且对买东西也很差，感冒的朋友比较没有成本。因为他们现在台湾亚洲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没有柜子，一个货柜要出口，我可能我到了美国，像李船长他们到美国，他们在外面一下嘛，会等个4-5天这样。啊，你像以前没有，就是飞机马上船到了，基本上就是一个进口。啊，现在你到了，你要在外面。那个是 AIS 的、啊、国际的海事的，然后你看那个美国的港口外密密麻麻那一种，真的叫塞。我们台湾这样还好，因为我看到像大陆那种盐田啊、宁波上啊，我觉得那个一田都是。